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非常开心的告知各位，今天是天空如洗，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完美，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天晴嘛，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比赛是绝对精彩的。这座球场以其震耳欲聋的呐喊声闻名，球迷们不遗余力的高唱战歌，让人热血沸腾。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这次无功而返，一记直塞球，向前推进，可以射门。他们是踢得一点情面都不留啊！非洲大地诞生过一些天才球员，而这名球员在天才之中也属顶级。他是英雄，进球如麻，是赢家，是国家的财富，他就是塞缪埃尔·埃托奥。他是少数几位连续两年问鼎欧冠冠军的球员之一，虽然是为不同的东家夺得，并且在两届赛事都有着上佳表现。2009年在罗马举行的欧冠决赛，可谓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在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时，在禁区内接球后腾转挪移，并在六码区边缘将球送进网窝，为球队打入第一粒也是制胜的进球。安德烈·皮尔洛漂亮的抢断，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将球转移到了边路，菲利普·因扎吉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呀、啊！塔卡，他得分了，这实在是太精彩了！这粒进球可以说是靠他一己之力完成的。AC 米兰先下一城，不过就像主教练提醒队员那样，此时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这下糟了，时机很好。菲利普·因扎吉，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传到边路走廊，菲利普·因扎吉，销魂的跑位拦截更是像皮尔洛，潇洒的进球，再来再来再来，他们已经打疯了。多么经典的进球！太聪明了，晃过了门将。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乐观呀。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帕特里克·维埃拉。塔卡。双方你来我往，一方全力进攻，一方毫不退让。很漂亮的几次倒脚，往前传，亚历山德罗·内斯塔迅速将球抢下，对方无功而返。这是个快攻的机会，这是要传给空气吗？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球在梅西脚下，有一次凶悍的防守，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一脚将球轰走，莱昂内尔·梅西。哎，你仿佛可以听到教练席上的一声叹息啊！菲利普·因扎吉打一脚，继续，继续，继续。比赛才刚开始，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非常漂亮的2-1之后的进球，两个人非常有默契，只有训练场上的精心演练才能换来赛场上如此精彩的进球。 AC 米兰3球领先，他们调整打门，边裁取其越位，内马尔打席尔瓦，成功断下皮球，球转移到了右侧，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塔卡，
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啊。球在埃托奥脚下，他们重新夺回了球权。阿福，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可惜了，这个球传得不准。据孔子的《论语》记载，烂的传球不如不传。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伊杰卡尔德送出了一个任意球。舍甫琴科，亚历山德罗内斯塔将球断下，球在埃托奥脚下，内马尔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起脚射门，他得分了！无论你怎么围追堵截，他照样进球，这不欺负人吗？萨摩埃尔·埃托奥展现了惊人的力量，他必须扛住对方才能腾出空间射门，这球太漂亮了。这只是一粒挽回颜面的进球吗？会不会上演大逆转呢？阿福传中，球被抢了。起脚打门，打进了，好球。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不进啊就必须得回去歇。中场休息的哨响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比赛。好身体将球抢了回来。哈卡，万比萨卡在防守端表现强硬，难得的机会，菲利普因扎吉，安德烈皮尔洛，舍甫琴科，球现在没人拿，谁能先抢到呢？老子说得好啊，不会防守的球员不是好球星。赏心悦目的表演，莱昂内尔梅西寸土不让，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究竟谁能抢到球呢？尝试打一脚，球打进了球网，差距缩小了。聪明的射门，我猜他是看到了门将的站位才做出的决定。他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冷静的头脑，准确地将球送进了球网。这会是他们绝地反击的开始吗？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菲利普·因扎吉，抛开结果不说，看到有球员这么冲击防线，真让人幸灾乐祸啊！根本不可能啊！这球没办法，禁区里已经站满了人，很难打穿。再传回中路，他们夺回球权，重新组织进攻。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菲利普因扎吉，一球弹了出来，他们肯定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再次重演。哈卡，舍甫琴科，把脚渡射，希望夺回球权，意识很不错。皮尔洛，图尔图瓦扑得漂亮，令人难以置信的扑救。这次扑救看似容易，但其实难度非常大，门将必须手疾眼快，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
Substitution in progress. 他在观察禁区里的队友，看看能不能送出一记好球。高高跃起。哎呀，这射门脚法还是没有控制好。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球在古利特脚下，卡卡，内马尔打席尔瓦，要快速带球向前。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好机会，裁判并没有举旗。伊杰卡尔德没有多加考虑，先把球给踢了出来。佩德里，球现在无人控制，争夺还在继续。费尔南多·托雷斯，这个断球干净利落。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呀。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很重要的一次拦截。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很好的跑位，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直接射门，把球弄丢了。双方开始争夺球权。有机会打反击，亚历山德罗内斯塔及时断球。好球，有穿透的机会。球在埃托奥脚下，守住刀般的传球，萨射下球门，把球弄丢了。球现在无人控制，他追过去了，选择回传，他娴熟的断下球，没有让球过去，快攻的好机会，准确的找到了队友费尔南多·托雷斯。哦，这下裁判会吹回去的。偏出了一点点啊！凯文·德布劳内，前面有队友在跑位，这一记传球有点离谱。他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在这样的转换机会中提速。应该起脚了，他选择攻门。要是处理得好，这将是绝佳的机会。拿了回来，他的位置很好，他一路披荆斩棘。埃德米尔森及时出现，断下皮球，一次令人激赏的过招，哈！试图快速发动进攻。内马尔，特奥埃尔南德斯，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想要塞进去，但是路线被切断了。漂亮的直塞球，罗伯特发球，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哨声响了，他们为自己争到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好，感谢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然不让世界出卖你们商量之事来收看这场比赛。天气今天是近乎完美，晴朗的天空在泛光灯下显得更加辽阔。哎呀，心情也不错，两队的表现也不要给我们添堵啊。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红黑的海洋，圣西罗球场人声鼎沸，好戏即将上演。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那我告诉您的话，比赛刚开始，别急。他叫射门，一脚劲射，但是被门将拒之门外。这才是精彩的扑救，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他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化解了险情。阿森纳拿到了角球，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角球。打一脚，球被门柱弹了出来，调整打门。保罗·马尔蒂尼没有多加考虑，先把球给踢了出来，将球转移到了边路，球在罗纳尔迪尼奥脚下，罗纳尔迪尼奥直接与对手过招，他向前狂奔，打师级的防守，销魂的跑位拦截更是销魂，球迷们看的那是魂飞魄散呀、啊！哎呀，太销毁了。出色的视野能够看到前方跑位的队友，传球的力道也是恰如其分。阿森纳在比赛开始不久后就落后于对手，他们将如何应对呢？在我看来，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虽然还有很多时间，但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克鲁伊夫，他们迅速上前施压，他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快攻的好机会，当时一脚直塞，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精准的传球，保罗·马尔蒂尼及时断球，要有速度才能反击。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他们在对方，这下糟了，哦，他把他放倒了，是个任意球，我猜可能就是只有口头警告啊。哎，果然不出所料，亚历山德罗内斯塔读懂了对手的想法，成功抢断，将球传到边路，卡卡对方负责制造问题，而他负责解决问题，选择将球转移到另一侧。克鲁伊夫，据孔子的《论语》记载，烂的传球不如不传。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舍甫琴科现在他的前面一马平川，把脚弄上，不错的尝试，可惜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安德烈·舍甫琴科白白浪费了这次绝佳的机会，主教练好像在场边说着什么，从表情看来啊，不是什么好话。克鲁伊夫，阿森纳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这球只要传得再好一点点，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阿森纳这个直塞球传得有点想当然了，根本没有空间，只剩下对方大门了。他是不会轻言失败的人，一定会卷土重来的。脚下动作很快，帕特里克·维埃拉寸土不让，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这球没办法，禁区里已经站满了人，很难打穿。罗伯托·巴乔，舍甫琴科漂亮的施压，在对对方形成威胁之前迫使他们犯错，终止了进攻。这下看着可真疼啊，罗伯托·巴乔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意识很不错。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
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格鲁伊夫要到前场，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要快速带球向前，往前传，球在鲁梅尼格脚下，选择回传，球在克鲁伊夫脚下，起脚射门，他得分了，他们把自己从悬崖边拉了回来，这是一粒手术刀般的进球，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啊，更别说一个了，这射门太刁钻了，这显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众所周知，像这样的对决很难预测，双方都实力超群，而且互有胜负，让我们继续观察比赛将会如何发展。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但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球被对方拦截，无功而返。克鲁伊夫，鲁梅尼格尝试从右路发动一次突袭，中场休息的哨声响起了。假如您是刚刚打开电视看到目前的比分，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沉闷的平局比赛，不过事实正好相反，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非常精彩，目前双方是各有一球入账，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他反应敏捷将球拦下，克鲁伊夫，鲁梅尼格，皮尔罗想要找跑位的队友，鲁梅尼格有机会打门，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他表演了一记神扑，完全凭直觉将球扑住，确实难度不小。成功化解了一次威胁，险情得到化解，发动反击，角球即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克鲁伊夫棋逢对手更是输不得啊，这下全攻了，鲁梅尼格能起脚吗？门将的表现相当神勇，实话实说，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精彩的表现，舍甫琴科，好机会，他看到了空档，他抬脚射门，他成功了，胜利的天平又向他们倾斜了，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能拦住他。罗纳尔迪尼奥展现了惊人的力量，他必须扛住对方才能腾出空间射门，这球太漂亮了。阿森纳进行第一个换人调整， AC 米兰取得领先，罗伯托巴乔前面有队友在跑位，对方没有一点机会，有很好的传球机会，球来到了左侧，迈克尔欧文，球失去控制了，看谁先抢到，罗纳尔迪尼奥，他看到了队友的罗伯托巴乔处在空旷的地带准备接球，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迈克尔欧文，进攻很有质量，进入佳境了。他们现在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更加积极主动的打法，廖坤，我完全同意。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罗纳尔迪尼奥打门，很有威胁，可惜没能破门。我想他在射门的那一瞬间肯定会觉得这球能进，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啊就在一线之间，非常非常的微妙。把球传了出去，这一脚啊有点想当然了，
博纳尔迪尼奥向他的队友表达了歉意，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可惜队友没传好，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只要再机会怎么样？这是一记过顶球，这是要传给空气吗？球在梅西脚下，梅西成功了，他们就像打不死的小强，再次扳平了比分。绝对的死角，门将只能行注目礼。本以为会打在门柱的外侧，不过球带着强烈的旋转打在了内侧，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Sostituzione per il Milan, numero 18. AC 米兰可以进行第一个换人调整了。这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的确，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握这样的机会。我想这很可能成为一场经典大战。马特乌斯一脚低平的横传，及时出现，再次化解了险情。哎，又抢回来了。球门球，哦不对，哦我看错了啊，是个角球。他或许会选择传低平球，看看这个角球能不能打个配合。打一脚，差一点，不过这差一丝一毫都不行啊。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往前传，赏心悦目的脚下配合啊，他阻止了进攻。哎，这肯定是个犯规啊，任意球。将球转移到了前场，拦截的漂亮，双方开始争夺球权。卡卡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这下失去了球权，不过他们希望保持这样的局面。双方的对抗还颇为激烈，说明双方都想拿下比赛。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将球转移到了侧翼。拉斐尔莱昂，很好的跑位，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卡卡陷入苦战，没法摆脱防守。看来对方认定他是头号目标了，只要控制他，就等于遏制了主要的威胁，所以需要想想新的办法。连续的脚下配合，送出直塞，拉斐尔莱昂，他抬脚射门，将球传向后防，耐心寻找机会，卡卡，好机会，漂亮，球进了。这球看似侥幸啊，实则靠的是他门前的嗅觉。想要进球就得有预判，刚刚这个大胆的预判收到了回报，真是太机智了。AC 米兰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领先，这可能会是决定胜负的一粒进球，当然也只是可能。哎呀，球被门前失射，他们做到了，他们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把握住了机会，赢得了一场平局。积极的跑动，灵巧的带球，进球是必然的。他表现得非常沉着，经常可以看到一名球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禁区，非常攻门。现在皮球无人看管，拉斐尔莱昂，这一下过得漂亮，哨声响了，他们为自己争到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我能理解这样被犯规之后的不满，他们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这种阻拦方式实在有失风度啊。
他们派上了阵中最出色的任意球手贝克汉姆，这次扑救堪称完美，这脚射门对门将。伤停补时时间已到，裁判的哨声响起。多么疯狂的比赛，过程很精彩，结果也很合理。从双方的表现来看，他们都不应该是输家。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场比赛的其中一项数据统计让人难以置信，双方居然都没有领牌。好了好了，蔡指导别整发型了啊，起来啊，能否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呢？比赛没能分出胜负。